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好啦，翻翻嚟第三节，咁我嘉宾咧就系阿木木阿 Wood 啦吓。咁啊，头先讲开咧就话，而家即系香港又会有文字狱啦，仲有真系下下有啲人中意督灰啊，系咪？睇你唔顺眼咁就即系。呢、这个就似当年文化大革命，真系，迟啲就可能个仔就举报个老豆啊，个、哦啊、老婆举报个老公，系咪？啲好廿一世纪，系啊，真系仲会发生咁嘅事，好难想象，真系好难想象。我好似发紧梦咁样，我仲系唔系好觉得佢系真咁样，实在太荒谬。我好离谱，唔系咁即系老实讲，旧阵时。即係你文化大革命嘅時候，嗰、那個係一個即係一場權力鬥爭啦，好明顯係嘛？大家讀歷史都好知道。到最後，共產黨都將呢一個文化大革命定性咗啦，佢係一個浩劫嚟，係啊，唔應該再發生噶嘛。十年浩劫。咁而家呢啲就叫做文革 2.0 就喺香港出現啦，係嘛？係啊。咁仲要係嗰啲咁嘅即係跳梁小丑啊，呢啲咁嘅港奸啊，同埋。有啲冇人認識嘅啫。嗰、那個我真係唔識佢，佢而家出曬名。嗰、那個叫穆家俊，回僑中學教書。教畜呢啲叫做畜生嗰个畜 ，OK？ 民建联嘅，我最记得喺2008年我参加立法会选举，有一句 slogan 咧叫咗十几年，叫做民建联最无耻。哦，系系系系系。我喺嗰个电视直播里边，即系嗰个选举论坛嗰度咧，到最后我总结啊嘛，民建联最无耻，咁大家一齐嗌，咁结果呢句成为一个金句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众志成城。喂，而家民建联最无耻，又再一次即系吓表现喺佢嗰啲年青嘅一代，展现俾大家嘅眼前。喂，呢、這个咁嘅共产党嘅外围组织系嘛？喂，嗰啲创党嘅人全部都共产党党员嚟噶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老嘅一脱喺呢个即系港英时代就受压迫，系嘛？到呢个97之后啊，所谓回归啦，跟住就翻身啦，系嘛？咁而家全部位居要津。啊、立法会主席你又做过啦，系嘛？系啊系。呢、這个即系嗱，局长又有几个啦。呢算唔算水鬼升城王？系啊，水鬼升城王，系嘛？咁共产党咁都好合理嘅，俾翻你啲自己人系嘛？呢啲根正苗红嘅系嘛？即系都要筹用一下嘅。咁但系你都要有料先得嘅。我嘅经验，我做八年立法会员，全部都垃圾嚟嘅，大部分都系垃圾。即係一個都冇咁，一個掂啲。唔係咁啊，梗係有一兩個好堅啦。你覺得邊兩個好啲？曾玉成嗰啲梗係堅啦，係咪？即係常堅。數嚟數去咪得嗰三幾個咯。唔係，成日我聽嚟聽去得一個就，其實我聽佢講。其他你而家你而家睇下呢一扎新嘅個個，有啲我都識佢哋㗎，係咪？你包括工聯會呢啲咁嘅郭偉強，垃圾到不堪呢啲真係。啊，嗰啲完全講句嘢都。即係真係喂，又冇料係咪？嗰、那個問政能力又低。喂，呢啲仲要欺善怕恶？我喺立法会嘅时候，呢班契弟冇个够胆同我驳嘴嘅，梗系唔够胆啦，系咪？哇！而家耀武扬威，又督呢、這个督嗰、那个，系咪？好似嗰个何俊贤高老贤咁样，系咪？喂，见到我必恭必敬嘅，你明唔明？而家哇，契弟到真系，系咪？即系咩叫也文也武就系、是、咁。所以睇到呢啲人，所以真系唔得嘅。你权力咧要受到约制，你权力落喺即系一种如果不受约制嘅。嘅權力落喺啲咁嘅人手裏邊咧，你就好大鑊嘅，係嘛？咁呢個穆家俊就話呢、這個即係伍家朗啊，即係我哋嗰、那個即係奧運羽毛球嗰個代表隊成員，係啊，話著件黑衫，即係已經人哋打到落入去啦，而家做啲咁嘅時刻間接講啲咁嘅嘢。你不如退出國家隊啦，咁我退出呢個香港隊啦。中国香港队咧，如果你唔满意，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自我膨胀，即系你觉得你嗰样嘢系最紧要嘅，系咪先？唔系，咁佢都未算贱，最贱嗰个叫汤家骅。哦，佢附和佢要喺 Facebook 嗰度真系度抽水，跟住叫呢、這个阿家朗，你都系唔好着黑衫啦，咁样。唉，我哋见过鬼都怕黑啦。喂，呢、這个真系贱到冇人有嘅一个人嚟嘅，呢、這个真系我话俾你，佢同何君尧都系世纪级人渣，我话俾你。我都覺得你喺呢個時候講呢啲嘢咩意思啫？係啦，你一個行政會議成員，一個資深大律師，
屌你咩？你喺嗰個 Facebook 度抽水，你都作為一個高知識分子，咁你係咩態度先？你叫喂，你唔好著黑色衫啦，俾啲心機啊，為我哋增光好過啦。你講乜嘢先得噶？好啦，而家發現佢著呢件衫冇問題嘅喎，大佬，佢可以比賽喎。而係個 sponsor 即係又出現問題，同埋又出現問題，咁佢又唔可以印，即係又佢個區徽嗰度個區徽唔印得落去，咪唯有自己揾件衫，然後符合個大會嘅規定，咪就咁咯。佢都已經好捱上去啦，係咪先？只係顏色嘅問題，因為你係咪呢班人係咪賤到無倫啦？係咪？而家帶頭行出嚟嘅就係呢個穆家俊，跟住何俊賢，係咪兩個民建聯嘅契弟？跟住要叫民政局去處理呢件事，民政事務局局長咧，徐英偉又係民建聯嘅，成班。咁而家你係咪搞錯咗咧？咁民建聯就負責管嗰啲咁嘅體協啊、港協啊，同埋呢個香港奧委會啊，係咪？係佢係上級指導機構嚟嘅。咁而家問題就出喺你呢啲咁嘅即係官方機構嗰度嘛？你咁樣對啲運動員，喂，你唔係幫佢安排好曬嘅咩？應該是政府安排的嘛，你現在還過回去還要給你抽水，真是這樣還要給你。所以這兩個年輕的就非常之賤，一個穆家俊，一個何俊賢。我就不是好像其他那些節目那種說法的，我就直接告訴你，你兩個是賤人，是吧？你這輩子都不會有出頭的，因為你的人格有問題。但是另外一個71歲的張，這個湯家驊呢，這個世紀級人渣。沒錯。你在 Facebook 出那段東西，哎呀，你是不要穿黑衫了，以后我们见过鬼都怕黑了。还要讲这些事情，即是黑暴你是同意的，扑你个臭街，你公民党创办人来的嘛，你汤家骅是。为什么你余若薇啊、吴霭仪啊、梁家杰不出句声呢？是吧？你是怕他拉你啊？你应该走出来出句声骂这个汤家骅嘛，啱唔啱啊？真是这班人真是。所以即係我一講起呢單咧，我就火燒心嘅，基本上就係、是、真係離曬譜。今日好多人都喺度講啦，係咪？琴日發生嘅事係咪？佢話佢潛咗水嘛，而家佢係潛水金牌啊嘛，唔知道個人去咗邊啊已經。猛咁叫佢道歉啊嘛，都唔道歉。好嘅，大家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、是、跟住落嚟12月嗰個立法會選舉，咁你冇反對派冇民主派，哦冇啦。即係我哋平情而論，我對好多民主派咧，即係喺政見上面咧。我當然是跟他們是很不同，但我很多時候不會去在人格上面去攻擊他們，OK？ 除了例如湯家驊這些契弟，這個是人格，因為呢、就是、那班民主派、就是、都學有專政、就是、全部都叫做是屬於精英、不是大律師就資深大律師，要不就都是知識分子、教授，是吧？喂，你這一班這樣所謂建制派，這些真是望之不似人品，又冇料，你是共產黨的奴才的奴才，就咁解啫，做奴才啫。咪就係做個奴才，做只狗咁啊，喺身邊，跟住咪俾主人抌嚿骨俾你咬下咁嗰只咯。即係所以，我就算同嗰啲民主派，即係大家都即係啊，冇乜兩句啦，即係冇乜兩句，即係冇偈傾咁解啦，唔啱。即係呢個冇乜兩句，有兩種解釋嘅，一種解釋就根本就冇偈傾，兩句都冇，兩句都冇。咁但係始終佢哋相對嚟個品格係比呢班好好多咯，咪有個底線，好像都有個道德底線。咁但係呢啲民主派如果轉咗態之後，個品格就比呢啲建制派仲要衰，仲衰。湯家驊咪一個例子，羅志剛咪一個例子咯，馮偉光咪一個例子。係啊，呢啲就呢班就係咯，所以好容易睇嘅啫嘛。我哋幾廿年喺香港，啱唔啱先？係咪？邊啲係契弟？一目了然。你覺得呢個穆家俊咧，佢即係咪係咪有上位啊？嗰啲上位即係擦鞋擦唔切咁嗰種係嘛？唔係個心，即係討好，即係個討好上邊。呢啲人咧，基本上就係有缺陷嘅 ，OK？ 即係自卑感好強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驚人擦存在感係嘛？擦存在感。唔係好垃圾嘅基本上。即係佢就係咪即係討好上邊，等啲人就即係睇下。好似佢呢啲咁咧，就最好咧，即係將來咧就係喂做教育局長啦，係咪？哦，係。啊，或者就香港全部變曬所有嘅教師都係藍絲教書最好啦，係咪？係係。屌咁翻大陸咧，香港我嚟做咩啫？好啦，香港都冇噶啦。所以好簡單，有啲人話：，只要你啲人唔中意喺香港，你咪快啲走咯，剩翻我哋喺度。咁你自古剩翻你喺度，個社會有進步？肯定會退步啊！好簡單啫嘛，你以為剩翻你喺度就你威曬啊？呢班咁嘅即係反動派走曬啦，或者俾人拉曬坐監啊？天下太平啦！係呢個係我哋嘅世界，你搞錯曬。劣幣驅逐良幣啊！個社會只會不斷退步，到頭來呢啲仔女就撲街啦。
你越嚟越差嘅啫嘛，好簡單啫嘛。所以有啲人基本上就係噶，萬歲不離口，背後偷溜走，係嘛？日日喺度叫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，係嘛？身體最誠實。你李家超你兩個細路又係英國人，係嘛？林鄭月娥兩個仔又係英國人，係嘛？即係身體最誠實。唔係陳茂波啲細路全部外國讀書嘅，係咪先？係嘛？簡單啫嘛，你班契弟，喂，即係同大陸嗰啲契弟一樣。大陸嗰啲中央委員有一半以上嘅中央委員嘅子女係留學外國嘅。係啊，梗係啦，佢哋都知㗎。咪大家咪大家去擠進去嗰、那個佢嗰個體制入邊咯。揾著數啊嘛，著數咁多，而家殺人放火金腰帶啊嘛，幾多人中意啊？香港你真係諗唔到嘅，即係當然當初即係香港個主權要移交嘅時候，我哋都係非常之焦慮，同埋我哋都係睇唔好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即係雖然係咁，但係我哋始終都係香港土生土長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即係我哋所有嘅嘢都係香港俾我。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係好猛嘅，好傷心嘅，見到啲狀況咁。即係我哋而家滯留喺台灣咧，其實個心情係好差嘅。即係我同你係唔同啦，係咪？因為你即係融入咗呢個社會，我係融入，我融入唔到嘅原因就係話，喂，我一直以來都係處理啲即係都係關心啲公眾事務啊，我自己都係我做嘅嘢全部都係即係公眾利益有關嘅嘢，係咪？咁所以變咗就會比較，你會唔捨得啲咯，係嘛？會唔捨得？都唔係捨唔捨得嘅問題，係即係我就唔會話捨得唔捨得，我就呢個角度出發。但係覺得係咪覺得自己喺嗰度可以產生嗰個影響力同嗰、那個功用？唔係影響力係隨著你個年紀就冇嘅啦，係咪先？就即係我又唔會去。即係緬懷或者戀讚呢種，即係所謂我有咩影響力，我哋做我哋自己喜歡做嘅嘢，講我哋自己相信嘅説話，可以繼續寫文，可以啊繼續即係發聲，係咪？係呢個最重要。呢個最重要啊嘛，係咪？咁雖然我喺呢度，我都可以繼續發聲，香港人都可以聽得到，係咪？即係so far而家目前仲係，遲啲可能佢封埋你個網咁，或者即係你香港人冇辦法去接收到外邊嘅嗰啲消息。個縫牆越起越高啊！去到咁嘅地步就冇得講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就唔信會去到咁啦，係咪？因為你如果同成個世界咁樣斷絕嘅話，你香港都玩完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你中國都唔係㗎，你中國而家一樣有人翻牆，一樣有人陽奉陰違，係咪？佢擋唔到嘅，擋唔到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可以發聲嘅時候都係繼續會發聲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個心情就非常之惡劣嘅，呢個好沉重啊！好沉重。好，休息一陣。